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要介绍一支气泡清酒呢，它叫做 LaChamte， 它是从日本的铃木酒造厂来的。那这个铃木酒造厂呢，位于秋田县。这个气泡清酒呢，是近20年来才开始有的产品。那气泡清酒呢，有分为两种，一种呢是属于那种果香味比较甜的，另外一种呢是属于那一种比较不甜，那比较有层次感的。那今天呢，我要介绍这一支呢，它是属于果香味为主的。那我们先来闻闻看，它有什么东西在里面。它有很浓厚的水蜜桃味，然后也是蛮多那种花香味在里面的。那我们现在来喝看看哦。这支酒呢蛮甜的，我可以喝出有那种蜂蜜的口感，又一点水蜜桃味道。然后它后味呢有那种杏仁味，也算是属于蛮多层次的。那像这样子的气泡清酒呢，它蛮适合搭配点心啊、甜点啊，或者是那种麻辣的食物，也是蛮适合的哦。那现在呢，在新加坡也是可以买到哦，请上我们的网站 theartofsake.com。干杯，拜拜。